位美丽家人 TV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福。因为其实音乐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其实它就充斥在我生活当中，就包括就算没有听音乐的状况，我的脑袋里面都是音符。所以其实选择做这个工作，其实我非常开心，然后可以把很多我觉得感动的歌曲分享给大家，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开心的事情。吸引人的地方，我觉得可能不管做什么吸引的人，就是你只要很认真在做一件事情，都会是吸引人的。所以可能有一些人觉得被我的音乐感动，应该是发现我真的很认真在唱歌这件事情。我想要把自己觉得很感动的，或者是很棒的音乐分享给大家。未来的计划，我觉得可能就是还是以音乐为出发吧，因为像我第一张专辑已经完成它了，那这个过程其实对音乐的认知也成长了一些，那希望之后做音乐可以更上一层楼，就是希望可以越来越进步，然后把越好的音乐就是分享给大家。那除了音乐以外想做的事情，我觉得应该就是环游世界吧。我喜欢文化色彩很重的国家，可以在当地然后体验他们那一个文化，好像是就是经历别人的故事一样。所以希望以后可以有很多机会去各式各样不同的国家。